好，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sense.tw， 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台湾从当 sense.tw 变成 make sense.tw， 就是取这个 domain 的原因。那讲这样好像很抽象，那我们其实想要做的是科技社群，也就是比如说军营 VR 或是无人机社群，与政府可以协作更好的科技政策的基础建设。听起来很抽象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发现过去三四个月来没有人搞懂我们在做什么，就我们以为我们在造桥铺路做基础建设，让科技真的可以变得更好。可政府以为我们在收集网络上的意见跟声音，然后从此之后就不会再被骂。然后科技社群，如果你看这样不知道我们在干嘛，对，很多科技社群都不知道我们在干嘛。但如果你有玩过，你就会觉得，这才招降的 monk 这样子。然后合作单位以为我们在做某种高科技的东西，然后但后面还有个隐喻是我们在做某种高科技，但是像 Google Glass 一样会卖不出去，就是现实生活中没有办法用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复杂的政治的 context。 然后我妈以为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很 high end 的 startup， 但我们实际上在做的事情是想要接政府的 KPI 案。对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我觉得我讲不够好笑，但是这是我们真实的心情。那所以接下来我们真正想做的东西，我们还是坐在结案的框架下想要做基础建设。所以现在有政府，然后有科技社群。那政府他希望他可以找到真正的专家来参加专家会议，所以需要排点利害关系人。所以我们现在在 K 各种电商、计算、社会学、服务设计、公共行政、网络治理的领域的知识。如果你有任何这些专业，欢迎来跟我们聊。那另外是从科技社群 bottom up， 就是我们想要做一个科技社群想要影响政策的参与手册。那预计在八月的开源年会的 Coast Club 社群轨会有开一个松散科技社群影响政策的人，想要加入筹备当志工或是当讲者的人，也欢迎跟我们联络。那我们还有一个部分是要做议题厘清工具，不管是政府想要找人来参加专家会议讨论，或科技社群去做倡议，都需要这个议题厘清工具。所以这是复杂的利害关系人盘点的方法。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议题厘清工具，有很漂亮的 landing page 了，但是其实我们不太知道实际上内容要做什么，没有啊，知道但是还在尝试中。所以接下来做的是 paper prototype， 就是呢我们会准备像这样子的文件资料，然后让你在上面画荧光笔跟用便利贴去比赞。那我们之前比赞过中正健康的转型正义，今天要来比赞空屋。那我们就会在门口的地方你可以留言，然后把这个留言再剪下来，然后自由排列组合怎样对你厘清议题是有帮助的。那所以只要你关心公共议题，你想要看到证据再决定立场，你会在网络上跟别人讨论，你去外面吃披萨炸鸡之前都要花五分钟参与这样路过留言，就可以拯救我们这样。大概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